上，人群熙熙攘攘，金灿灿的阳光照耀在街道上。
尔的音乐从乐器中源源不断地传出，指挥棒在那里挥舞着，指挥着乐队，但舞台上竟然一个人都没有。年轻人，请报上你的名字和你来这的目的，指挥棒说道。我们没有一整天的闲工夫站在这呆呆地看着对方。我叫 Alex， Alex 回答道。我在寻找一只笛子。作为我爸爸的生日礼，我是指挥，指挥棒大声地说道。我负责给乐队拍子，并且告诉乐队音乐该如何演奏。让我为你介绍这支国王陛下的皇家乐队。缓缓将自己放到了指挥谱架上。Alex 爬上了舞台，眼前的景象让他都看傻了。乐器们在椅子上方悬空着，好像有一股并不存在的绳索将它们挂在离椅子五六英尺高的地方。Alex 不小心撞上了其中一只长笛。哦，对不起 ，Alex 说。小伙子，没事的，长笛说道。我叫 Fiona， 你是 Alex 对吗？你在为你父亲寻找一只笛子，记得临走之前来找我一趟。我想我有件东西，可能你会感兴趣。来到了指挥台这边，并且爬了上去。他面前映入眼帘的是整个光芒耀眼的乐队，他们就像天上的巨人，不经意间洒落到人间的金银财宝上。Alex 把目光转向指挥棒，深色红木的握柄反射着吊灯的光芒。Alex 拿起了指挥棒，并将它举到了身前。不加思索 ，Alex 将指挥棒指向了小号声部。作为回应，小号发出了黄金雨水般华丽的声音。
长笛短笛的哨音是欢快的祖母绿色。Thank you.
在音乐进入高潮，颜色闪烁变化时， Alex 举起了指挥棒，指向了舞台最后面，给打击乐组节拍提示。红木长椅在盒子里面安静地躺着。